斯博阿斯，一个引领智能体育运动发展的创新品牌，率先在全球打造智能体育科技、智慧体育运动的创新企业。公司成立于2006年，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核心专利技术，获得110多项国家专利，以及 BV、SGS、CE 等多项国际权威认证。部分产品填补了全球体育运动领域的技术空白。斯博阿斯，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智能体育运动中国品牌，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合作伙伴和全体斯博阿斯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成为国内智能运动装备领导者，连续赴亚青会、大运会以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斯麦夫全球体育产业大会等百余场大型官方活动，并与中国羽毛球协会、中国网球协会、广东篮球协会、杭大足校等权威机构达成战略合作。斯博阿斯用优良品质与责任支持体育事业的发展，得到全国体育界和政府的高度认可。斯博阿斯，一个立志赋予人类运动健康的世界品牌，致力于将智能体育运动健康带入每个机构和家庭，构建起更具万物互联的智能运动世界。公司建立了立体化运营体系，产品遍布亚洲、欧美、大洋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高端科技满足全世界合作伙伴和体育运动爱好者的需求。斯博阿斯开创了具有行业前瞻性的智能体育运动四大板块：一、智能运动装备，独特、科技、先进，涵盖足、篮、排、网、羽、乒、壁、棒、冰球、足球、4.0智能训练系统等；二、智慧体育运动综合体，依托智能科技装备、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以及创新的无人化管理、数据化运营模式，打造民众身边的物联网加体育加科技加体验加服务新时代智慧体育综合体平台，可根据用户功能需求及建设面积大小提供个性化定制。三、新时代智慧校园体育，提供校园体育产品集成化、教学装备化方案、运动趣味游戏等，打造新时代的物联网加体育加科技加教育加趣味加运动校园智慧体育新模式。四、体育运动大数据平台，为全民健身、智慧体育城市和智慧校园等提供规划设计、建设等一体化解决方案，打造体育运动数据信息动态感知、综合分析、事实显示的大数据中心。斯博阿斯率先推动了智能体育运动成为示范标杆、落地案例，四大板块一经问世，以一种新型的智能体育运动模式在中国掀起热潮，现已应用大中小学校、培训机构、体育场馆、俱乐部、公共娱乐场所、体育小镇、特色小镇等，成功牵手广东、湖北、浙江、贵州、海南等政府机构的全民健身校园综合体项目。卓越产品源自卓越的优秀团队，公司特聘国际专家和行业资深人士进行全方位技术指导，成立完善的品牌管理团队、技术研发团队、市场拓展团队，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每一个部门都精耕细作，环环相扣，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体系精细化、供应链运营精细化、终端服务精细化。
走向全球，引领世界。巅峰可跨越，梦想再起航。斯波阿斯始终以奋斗者的姿态走向世界，引领世界。十多年来，我们专注一个领域，成为专家。我们追寻科技之光，成为权威。我们颠覆行业传统，成为领袖。从国内首位到国际领先的追求，斯波阿斯始终万众一心，聚贤纳德，打造行业标杆，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和服务品质，为全球体育事业贡献力量。携手合作，共创未来。我们相信，在可预见的明天，人工智能、5G、大数据将会与体育运动深度融合。作为智慧体育运动的领先构建者，斯波阿斯将紧跟时代步伐，携手合作伙伴，共创共赢。斯波阿斯运动黑科技，一直带给人们健康和快乐。